明朝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正兰，现在要来进行演技大考验。现在想请你演一段阿伟，你就是再演一次你在剧中剧说结婚十周年那一段。直接接三个人可以？好。这花展看屁漫画，今天什么日子？十周年纪念日哎！看戏呀，底下秀来秀去。不知道他能不能再记得，什么都不讲了。乔律师，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纪念日啊，阿子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哎呀，忘れちゃったの。哎，10年，我们结婚10年。为什么中间差隔了2-3秒？好 ，OK。